想要请示太祖爷公哦，啊，我如意龙君唔知何时何年何月吼，才出现，我有人通啊照顾。问阮囡呐，哈，你杨秀慧，系我杨秀慧，恁老爸是阿西，我老爸阿西对啦，啊，太祖爷你做哩用个呢，你来拢知啦。啊，伊老爸阿西，伊奈甲脱线来，这着代志出伫一家嘛，吼，阿西甲脱线，确实是一对手。啊对对对对，两个人的歌厅非常受欢迎。人伫咧讲阿西阿西，娶某甲人公家。你妈妈在甲人公家啦？你咪是咪？无啦，无啦，歹势啦，歹势无啦，无公家啦。你是咧斗鼓啦？哦，斗鼓。阿西阿西，娶某甲人公家脱线脱线，一干干唔拢咧死转。哦，是安尼啦，是安尼哦。一今天要问你终身大事，有面骨你亲老爸阿西无带你来，所以搭档脱线带你来，可见你可能是脱线生。不是啦，不是这代志是安尼，我跟太祖爷公解释一下。因为较早吼，阮老爸身体较歹，啊要生我的时候有拜托脱线伯跟老母斗三工啦哈。所以恁就乱的。本来阿西有要来，我唔敢好来。为什么？这阿西一个怪癖，你知？即摆人坐做对哦，都放屁。啊，那安尼习惯怎摆？啊，都，逐摆吼，无人对伊袂放，人若做咧乖。哎呦，我想买套子了，而且，人讲后边乖乖哦，爱死啊，我唔敢好来，安尼。哦，是啦，这嘛是有原因的啦。哎呦。这国语叫做长照症。哦，长照症胃肠无好呀。就是讲啦，人这时阵呐，伊想要演出，伊紧张，伊胃肠就会滚咖。啊对啦，啊都是凉的呢，就凉的呢，太注意讲。白气啦，啊对对对，白气啦，是啦，真牛。啊，我搁为了阮阿伯啊，讲伊的小三。阿伯要问爷爷了老三的代志啦。你别问你啊，你别问你的代志，太注意讲无在了解决。啊，无啥叫啥啦。你得请另外一尊神来，我替驾。啊！这嘛是安怎？退咖退咖！你是安怎样？无啦，无啦，拄来嘴干啦。无使，我来。他拄讲吼，太祖爷讲吼，讲吼，因为吼，这脱线拔吼，而且技术较悬啦，我哩伊无在调班，阿舅，刚刚叫请另外一尊来班。哎，啊，是要请对一尊呐？要给我请对准，我问看麦。哦，你呀，阿弟，伊也是神哦。啊，是咧，迄不是神问题，伊不是神，伊是人。安尼哦，是咧，我教。安尼，神这才无正经啦，这个我懂。哦，你安尼，这种头毛绑在做笑。哎，绑咧有像庙口的石狮呢。哎呦，安尼哦。哎，也袂披到牙起来啊。这是什么神啊？好奇神，好奇哦，好奇也有神哦，我看是好神吧。哇哇哇哇哇哇哇！啊，老鸭呢？这阿神来搞的。阿神，因为脱线把你饲鸡嘛，啊，你的代志爱问阿神。哦，来来来，阿妹阿妹来，讲。阿神哦，哇哇。你叫你爸爸，叫爸爸啦，爸爸，你好啦，好你好，我好我做爸爸，是啊，你什么你什么问题？你做你讲，我是。以前讲吼，有主持人就看你耳光，对对对对，请教你一下啦，啊，是讲头一层的吼，我做一头路吼，唔知会成功未？什么头路？啊，什么头路啊？你主要是讲英语哦。你讲什么套路啦？好好，什么套？正南辉啊！哇！是啊，正南辉，那要请到这阿神公啊，他说把正南辉的神公。哦，安尼，伊款意思就是讲哦，你看天，即款正南辉是看天食饭啦。哦哦。你天气来适当哦，水土过了好势哦，大堆拢开较足水，对不对？是安尼哦。哎，你听我的，啊，这厉害呢！啊，就是安尼，你困难啦。嘿，安尼。我请教人，我外行，我请教人啊。是是是。伊讲这兰花啊，真贵气。嘿。哦，讲要爱种这好的兰种啊。哦，兰种啊，兰花的种种啦。哦哦哦。哎，讲迄无路用的，未使讲种好的兰种。哦，兰种。问题是出在倒位？啊，就讲啊，这兰种要安怎看？哦。啊，要安怎种啦？免那见到会好会好会冷静啦。
呱呱呱！哇哇哇！有你反正我是我听无。伊讲哦，哪要看人，真爱苦咧看啦。伊咱花吼，花拢种做下骹，啊你无哦，我较过，你看袂清楚。对啦，伊是讲拖山把你啊，甲要艰难的，你压骹落去看咧。嘿，压骹落去看，啊你著知影伊的种好啊，无好啦。是咧，我请教伊讲，唔是安尼看咧，唔是安尼看。伊讲爱看迄个烂头啊。好啦，哦哦，他都看到，伊咱就安尼看。是是是是，啊，安尼问讲，问讲安尼对唔对是哦？安尼是啊是。伊讲安尼对啦。安尼对哦。嘿，你看迄头就好啊。妈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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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伊就讲吼，迄个眼睛吼，你若要爱顾好看好吼，就是爱看到伊个鸡鸡，不是烂头。鸡鸡。哦，烂头哟。鸡鸡五鸡就好去敬啊啦。哦。啊，啥物去敬的呀？对对对，啊，什么是敬？迄个鸡是迄个公鸡叫的时阵才对。啊，后边嘞。汪汪汪汪汪。哦。啊，企业注意卖叫狗啊咬掉。叫人叫狗咬狗掉啊！对啦，狗可能会破啊，迄个物件的啦。对，简单啦，因为我们老梗，因为我梗个烂头较大粒的。哦，愈大粒花，种起来较水啦。啊啦，啊，还佫有了，挂青米站，唔通做无？你讲即卖哦，种落去哦，唔能压伤淡嘛。哈，安尼对，压伤淡哦，讲个烂根会烂的。啊那边呐，啊那边呐。哇哇哇哇！哇哇哇哇！啊！我不知道翻了。我来翻，但今日落去真艰苦。啊！这么啊是要退价未？哇哇哇哇！啊啊！啊退价！啊！你退价？